好 ，Hello， 咁啊，欢迎咧咁多位听众啊，翻到嚟今日嘅国际大棋局啊。咁样咧，其实咧，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咧，有时又会有啲问题嘅，就系咧有啲主持咧会唔得闲啦，咁样咁，例如咧咁啊，有啲咩闲人咧会系唔得闲咧？讲紧嘅就系司徒文俊啊。司徒文俊系唔得闲到点咧？朝头早咧有听众咧见到八点二啊，早上八点二，咁啊喺 Facebook 咧有个 post 不過又回佢喎，咁之後佢又問啦：咦，咁阿文俊你係咪朝頭早八點二起身啊？唉，唔好意思，七點幾起咗身㗎啦。咁點解咁早起身咧？因為要遠行啊嘛，你淨係搭車都要熬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即係叫做阿文俊咧，就基本上嚇咁啊遠離咗咧，亦都冇時間睇嗰啲所謂新聞啦。咁啊，所以今日咧咁啊，索性咧點啊，就係同阿 Ken 哥講啦 ，Ken 哥。你啊擔正啦，不如嗱，今日咧講啲乜咧？你話事得㗎啦，有啲咩新聞你睇曬得㗎啦，咁啊完全係一個開盲盒嘅狀態嚟嘅。咁啊 ，Ken 哥啊，咁啊索性交支麥俾你喎，好嘛？好，好，好，冇問題。喂 ，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日嘅國際大棋局啊！咁就大家記得俾 like 啦，贊好啦，即係咁就 share 可以的話就分享俾朋友啦，咁就訂閱啦，如果大家可以的話咧，就可以做埋會員啦，或者 join 嚟 patron 啦。因為依排黃標得好緊要啊！琴日阿 cat 姐啊，琴晚啊個 cat 姐個節目啊，講到講咗唔夠十分鐘就已經黃標咗，我幾驚佢紅標落去啊！即係嗱，我知係咪個標題出事？唔係標題出事。唉，咁一定係 cat 姐太爽啦，係咪？誒嗱嗱，講一句 ，cat 姐琴晚真係好爽噶，因為佢話佢過咗外國。就幾個禮拜冇開台，特登就醒觀眾嘅，著得靚啲。你叫我睇啊嘛，你真係。哎呀，你話你話你翻大陸啊嘛，咁我咪唔敢做你咯。啊，做人嘅嘢唔緊要嗱，黃標好啊，你唔好將佢下架啦，我翻去睇下咩事先啊。即係你知啦，我對於神秘學好有興趣，尤其是係靚女講神秘學咧，咁啊更加有興趣啦。OK， 係。跟住點啊？唔搶你麥啦，你繼續講落去啦。好啦，咁就所以咧就大家可以咧話有力量的話咧 join 會員啦，或者 join 我哋 patron 啦，係啦，就咁啦。喂，咁啊文俊啊，既然今日我揸 lift 啦，你話全部新聞，咁啊就下你啦。唔好話唔就你啦。喂，澳門有啲好搞笑嘢發生咗，我收到風。嗱，我講先，我講先。嗱，我知啊呢單嘢，因為今日咧唔係睇新聞嘅，係我兄弟咧直情係俾信息我啊，咁啊 test 俾我睇啊。我想講下先，咁澳門係個咩地方嚟㗎？阿 Ken 哥。你讲以前澳门定而家澳门啊？咁一直都系啦，澳门有过百年历史系咩嚟噶？你唔好答我卖蛋卷噶，你唔好答我卖咸鱼噶。哎呀，停啊！OK， 赌城咯，所谓嘅。系啊，点知澳门政府咧今日咧做一件即系好老礼嘅事啊！我唔知阿 Ken 哥有睇到呢段新闻啦、啊。对大家嚟讲呢段新闻咧。的而且確唔係啲咩重要嘅，但係即係你話對於澳門咧，大部分嘅客人咧都應該幾攞命嘅。佢送啲咩啊？送啲圖書館啲書俾啲 B B 喎，咁咪好咯，書喎，文化人咯、啊。哇，大哥啊！喺個文化沙漠入邊，啊，洋溢住一啲文化嘅氣息。將來澳門所有嘅青年啊，都係一個好有文化教養嘅美好嘅未來擁有。喂，屌，那些不是客人的嘛，那些本地人的嘛，那些不會 跟你入個場玩兩手的嘛，不會來夜總會的嘛，大佬，但是你說全澳門招待那麼多那些，那些什麼客啊，那些觀光客來的，那些要來怎樣，要賭兩鋪的，你送書啊，大佬，喂，大吉利是真的，我不知道誰高官，誰高手想的，真的，唉，真的，有時候這些東西，一個時勢都死了，唉，還要搞這些東西，大家有什麼看法？佢嘅意思係咪即係等啲遊客嚟到輸，咁啊賺咯賭場？唉，即係嗱，雖然逢賭咧就話必輸，賭場又有優勢。咁啊，葉漢咧，漢叔都話啦，唉，賭場無必勝啊嘛，興住可而請。但係你而家咁死嘅情況之下，你梗係恨不得咧啲客咧可以嚟嘅次數密啲啦。咁政府好交差話多啲旅客啦，佢一鋪輸死咗，你咪屙呢吉底咯。唉，啊 Ken 哥啊！我今天做節目咧，應該係我咁多集以嚟咧最多準備最充足嘅時間啦。咁喺度咧已經係
我講完我今日嘅料噶啦。咁啊，咁點啊？你話事啊？嗱，我唔知啊。你話你揸 fit 噶，你講落去啊。你有啲咩澳門料啊？斷估唔係呢單啩？哦，唔係。嗱，有單咧就比較得意啲嘅。就係、是、嗱，我睇新我睇新聞講啦，係嘛？嗱，澳門嗰度發生嘅喎。咁佢話嘅不憤啊，而不憤控家暴同埋強姦，五宗案當街除殺妻前妻未遂被捕，即係攞個除仔施襲啊！阿 K 前妻啊，係喂呢啲真係唔撚得意喎！呢條私新聞，即係呢種暴戾就你唔可以用得意啲嚟形容。喂，如果你講緊係向個老婆窩個除仔話，係啊。咁佢即係應該想扮呢個雷神索爾啊，啫咁，但係個重點，喂，有乜人打女人㗎？你講埋俾我知係咩嚟嘅呢單嘢？嗱，咁佢就話咧，就喺澳門沙加都啊，拉下咩擺街擺泥街，沙加都拉街。哎呀，沙加都拉街，係啦係啦，哇，咁複雜嘅你個咩名？哎呀，我咪靠 list 嚟㗎，大佬，係繼續。係啊，咁啊，琴日發生咗嘅就係呢個持械傷人案啦。咁當地司法咧就表示，琴晚咧就10:25啦，涉案姓邝嘅男子50歲啊，拿住個鐵錘喺上肢襲擊一名姓黄嘅女人，係都係50歲嘅女人，受襲後頭骨破裂啊，部分碎骨入咗腦啊，經過開腦手術之後咧就情況穩定，但未恢復意識。仍然在山頂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咁當地司法講啊，嗱，案中兩個人咧，2005年咧4月就已經離婚噶啦，而報稱係任職私人司機嘅提供喺2017年被事主控告家暴強姦，懷恨在心而動殺機，於是咧將工作工具放個鐵錘咧放喺電單車度。原來另外仲有一把利刀喎，備用喎，而佢已經加控重罪啦，殺人未遂、禁用武器及恐嚇罪。案件今日下午嘅移交澳門檢察院偵辦。檢察院啦，揾咗兩樣先啦，應該係啊，得一份嘅。哇！咁其實呢單嘢好黐線喎。喂，嗰條友咪睇呢個少林足球喺度 short 咗啊，做一個汽車維修員，有把錘都好正常，唔係咁啊。去揸車喎、啊。喂，佢仲要50幾歲，個老婆有50幾。喂，大佬你咩歲數啊？喂，你冇理由係即係唔帶個腦出嚟啊！即係你走去腦裝屎啊！你點嬲都好，你冇理由打女人嘅喎，打僆仔，打老人家，點打落手啊，大佬？係咪啊？正常我都唔打女人嘅，我亦都唔中意人打女人。我覺得打女人嘅人嘅係一啲點講咧？唔使講正正常啊 ，Ken 哥，我係一世人啊，直至而家我係一個女人未打過啊。OK，me、okay. too。係啊，我細個出嚟蒲嘅時候啊，喺酒吧啊，嗰條女啊，攞頭女嚟兇我啊，我都同佢講嘅咋。喂，我話你做乜撚啊？放低個樽，啊、你唔好搞啲乜嘢啊！我係咁噶咋，我細個到而家都係噶咋，大佬你問我喎，真係呢樣嘢，大佬做人第一條天條嚟噶啦，你點可以對女人、僆仔、老人家出手啊？唔應該。係咯，咁其實佢係點啫？喂，老實講，如果你去到成五張嘢，有啲乜嘢得罪你都好，喂個老婆冇功都勞啊，起碼係作為太太咁耐。第二，如果個老婆五張幾仲可以出去偷情？即係點啊？證明佢 dab 得杯落嚟，已經恭喜佢先啦，係嘛？點解要搞到動手咧？點解要做啲咁嘅事咧？咁諗唔開咧？定係又係嗰啲撚樣？出面又唔如意啊，冇嘢做啊，低人工啊，受啲咩冤屈啊？跟住翻屋企對老婆動手動腳嗰啲啊？嗯，冇講，未知啊呢單嘢。不過就個女人咧，都即係受傷嘅女士啦。嚇！而家 ICU 個女士咧，就應該咧就喺賭場度工作嘅，因為係事發嘅時間咧，佢有個同事喺度噶，佢想阻止個嘅兇徒啊，即係佢嘅前夫啦。咁個前夫就講：送咗我連你都打埋啦！哇！即係啲冚家產，真係喂大佬，
喂，即系我想问啲人咧，其实点即系点解我哋仲要揽架餐打女人？佢个同事男定女嚟噶？女仔嚟啊，女人嚟。扑街嘅，你打一个女人，轰一个女人，屌你试下同我讲啦，唉，你老味。喂，你系咪啊？你揾个男嘅讲啊嘛，你唔好揾我啦，求其啦，你捉个阿叔咁多，你试下咁样讲啊。啊，喂，走你有时啲嘢，你轰截轰啲女冇用噶，你出嚟轰啲仔啦。即系喂，打。呢啲咁嘅人係咩？人渣中嘅人渣，死咗都唔會安寧啊！啲人知唔知點解？佢落地獄啊，跟住點啊？遲早俾我揾到佢啊！佢冚家產啊，仆街！落地獄都唔冚家產，仲要俾你揾到佢，再冚家產啲。係啊，騙個老母一萬年啊！係唔使講啊！啊點啊？跟住咁而家點啊？拉咗過去思路未啊？拎的佢過去檢察院，跟住而家揾住先，使乜心啊？呢揾咗定？屌你！恐嚇啦嘛？恐嚇坐十碌啊！跟住啊，喐手話架餐訂女人啊，坐多廿碌啊，澳門冇重疊嗰啲罪啊，前後坐30碌啊，起碼起判啊，仲有啊啲律師啊，啱啊，我律師，唉話埋呢個撚樣係有精神分裂嘅心理係一個極度危險嘅人啊，跟住咧心理報告都有問題嘅，做鳩佢啦，真係唔家產。哦，喂，咁有冇青山嗰邊啊？你嗰邊即係類似青山嘅嘢㗎？係咩青山滿位嘅大佬？佢心理有問題，所以犯案啊嘛，唔係佢精神有問題啊，心理有問題啫，坐啊！哦，屌你乜你又想啊？入去精神病院食雞髀，你下世啦冚家產！而家幾多歲啊？50幾歲係嘛？五條咯，佢話。係啊，坐撚到死為止啊，唔使講噶。咁冇得原諒嗰啲死罪喎、啊，有啲乜嘢大事都要攞個錘去咪個太太啊？你傻撚咗啊？跟住仲要你叫個女同事。咩啊？信唔信连你都打埋？喂，呢说话唔讲得噶，系咪啊？而家啲人我都唔明点谂嘢嘅啫。即系个社会而家好暴戾啊！即系香港又成日有嗰啲咧骗人案啊、打人啊、偷嘢、偷钱啊、偷乜嗰啲。其实你讲话而家澳门都系啊，你见到成条街，喂，而家冇生意冇剩嘅，跟住执咗咁冚多嗰啲吓入面嗰啲地铺啊乜嘢，喺啲民生区又做唔到生意。做賭場啊，淨係得賭場做得翻遊客生意。咁大佬，你成個社會都係咁唔和諧喎，咁啊谷下谷嚟爆炸咯，係咪先？阿 Ken 哥，你自己有咩睇法？咩睇法啊？嗱，即係個對女士咧，各位男士都唔應該喐手喐腳嘅，係啦。有啲咩唔啱，就算對方有啲幾唔啱都好啦。喺我角度嚟講咧。忍唔到咪走開咯，咁無謂喐手喐腳一對女人就係咁噶啦。你話我大男人都係咁講噶啦，嚇。係啊，唔係你女人嚟㗎，你發脾氣打兩拳啊，煎兩包，我覺得都情有可原嘅，即係盡量唔好立架餐啦，唔好話打頭啊，咁我都覺得都 OK 嘅。但係你男嘅，你打個女嘅呢樣真係天理不通不容㗎。係啊，即係你話如果對，即係如果你嘅另一半講女士啊。即係有時會喐手嘅，咁咪如果佢唔重手，咪俾佢揼下咯，揼下佢咪發泄咗脾氣咯。嚇、啊，雖然我都未試過呢個情況，嚇、啊。我身邊嗰啲又好啊，有啲咩傾唔掂數啊，同你拆掂嘅啊，嗱，過嚟借瑞麟啦、啊，過嚟嚇嗰啲周大福啊，嗰啲大家入去傾下咁樣，就係咁嘅咋。哦，原來咁嘅。係啊，都好啦，大鑊其實。吓，即系冇必要诉诸于暴力咯，对身边嘅另一半就系、是、打唔落啦嘛，你点打落手啫？正常，正常你爱嗰人就唔应该打落手嘅。你唔好话爱唔爱啦，你唔好话嗰条友系咪老婆啦，就算系你识得耐嘅一个人啊，你都打唔落手啊。打唔落手嘅，其实对女人嚟讲。是打不落手的最多只有反感的在我心目中。哎極其量你不是說粗口罵他是這樣的而已我猜。是啊是啊但是都不會很厲害如果我對著女士。是啊。哎即是這件事聽到是很心噏的。即是澳門是個相對呢和平的地方來的。澳門呢是那些有時候街坊那些蛇吵兩句隔離有些街坊就是哎不要吵啦哎一人笑一句啊。澳門是這樣的整個澳門都。即係變相你話去到而家呢咁極端咧，我驚個遲啲個情況再差落去咧，啲人啲經濟啊各樣嘢，啲社會壓力令到啲人爆煲咧，撲街出現嗰啲即係好似大陸嗰啲情況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好驚其實。
即係大陸嗰啲攬住一齊死嗰啲啊？過度暴力咯，同埋我好驚咧，而家咧個經濟情況，有人喺屋企係咪燒炭啊嗰啲嘢，其實我好擔心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唔樂觀啊，因為我睇即係有啲嘢你自己感受都睇得出噶，你睇到啊，即係成個市咁差，啲人咧真係好俾心機揾唔到嘢做咧，其實係真係你見到好驚啊！以前就話喂，就算你啊什麼40歲50歲都唔緊要啊。去啲賭場賭廳咪做過嚇茶水姐姐啊，幫手開下車，你咁揾一份工噶嘛？而家嗰啲其實即係有好多人咧，佢真係咧冇嘢做啊，一打嗰啲散工咧，一日送下外賣啊，去幫手搬下嘢、睇下檔啊嗰啲，一日賺你嗰200-300蚊都冇啊，有時即係我好擔心嘅。其實而家嗰個情況咧，好多人會因此而壓抑嘅，同埋啲人咧係冇一個明確方向咧。冇一個偉大嘅措施出嚟話俾你知，我點樣拯救呢一班本地，而且低收入，而且係喺呢個經濟洪流之下嘅一群犧牲品咯。所以我好驚咧，呢情況會越嚟越即係加落去咯，聽講。其實係㗎，你見到啦，香港變咗國際大都會啦。係。嚇，咁同埋你發覺而家有好多傷人案啊，或者周街有啲。人調劑啊咁樣啦，咁你話以前有冇？以前有，但係有冇咁多咧？咁就而家新聞多咗啦。你可以話而家資訊發達咗，亦都冇乜新聞好講啦。咁啊，唯有揾呢啲嚟講啦，因為好多新聞都唔講得噶啦嘛。阿Kang哥啊，係你睇下仲有冇下一單啊？如果冇澳門啲嘢，你啊～睇下香港有啲咩講下啦，真係啲不宜久長談嗰啲 case。哦，香港咧就仲有一單嘅，就係喺油麻地咧就冚咗個人竇。唔係啊，咩世代啊？去掃黃掃個牆都攞出嚟做新聞。嗱呢單嘢 special 啦。系啊，咁佢就话咧就冚咗三个人斗啦，拘留咗九个人，咁其中有两个咧系未成年少女姊妹花嚟嘅，一个15岁，一个16、6岁，内地妹妹。哦，哇，仆街啲喎，衰11，系。你啊，咪衰十一啦。咁佢琴日冚，因为琴日做一个代过海坝嘅 operation 啊嘛。咁我哋嘅忠诚勇毅嘅警方，咁就捣破咗三个人卖淫场所。咁其中系咪即系一楼一啫？卖淫场所未一楼一应该冚唔到嘅，一楼一唔犯法噶嘛。咁佢冚咩點為之賣淫場所？即係喺唐樓入面有個單位，幾條女咁樣一齊開工嗰啲啊？可能係啦，又或者係一啲類似夜總會嗰啲咯。哇！我都唔知樓上邊有夜總會嗰啲啊？冇噶，冇玩啊，兄弟。可能晚攬嗰啲啩？我真係唔知啊！嗱，我又唔講啦。咁啊拉咗一個55歲嘅本地女性集團主腦喎。咁講，媽咪嚟噶，佢話集團主腦咯，咁55歲佢冇講係媽咪，佢話主腦喎，嚇，咁我聽住先啦，嚇，呢句，咁啊一個70歲嘅本地男子則涉及管理賣淫場所啦，被捕啦，70歲喎，係 keep 下啩呢個，你睇下而家香港經濟幾差，老人家都唔去維園攬獎啊，要喺度做 keep 下啊，大佬。嗱，跟住就讲啦，嗱，就有两名内地女子，15岁嘅，33岁嘅，同埋三名泰国籍女子，23岁至29岁，系泰国籍系咪女子啊？呢样嘢真系要留意清楚喎，应该好似上次嗰个堕楼嗰个咁落嚟咧吓，要姑姑啊嘛，即系喂有啲商榷过呢样嘢。咁佢话女子咪女子咯，佢冇话有追女孩嘛。咁又係你阿美國總統啊，係嘛？邊個啊？拜登都話咯，冇所謂噶，有追的女孩子又可以進入女廁啊！屌，係啊，你繼續講啊，唔阻你阿慶啊，繼續講。係啊，咁啊，亦都涉及違反逗留條件啦，被捕啦。咁啊，據講咧，其中有一個15、16歲嘅內地少女姊妹少女咧就被捕嘅。咁啊，行動入邊啊～檢獲咗20,000蚊咯，現金咯，一堆避孕套咯，兩口水啦，潤滑油啦，呢啲證物咯，就係咁咯，嚇。
咁即係喂，15、16歲喎，揀得落㗎？總有人嘅，唔啱你同我啫，仲有人啱嘅。達科英白客有，你都話嗰陣時有啲客特登揀啲有追辣女孩咯。喂，咁唔同啊，嗰啲係個人喜好啫，但係嚴格上嚟，一個有追女孩都20幾歲嘅起碼，嗰樣嘢佢都係。是 OK， 如果有張女孩過嚟同我講個15、16歲嘅嚇，雖然個樣點樣都好，有張都好，點樣都好，係我都係叫佢翻歸啦，翻屋企讀書啦，唔好嚟搞啲咩啦，係咪先？即係呢樣嘢有違人性道德噶嘛？咁你15、16歲嗰兩個其實，唉，真係你俾差佬盤啊！咁又係，唔通你同佢講話啊？冇啊，我落嚟幫媽咪買豉油啊！屌，咁都死噶啦，係嘛？內地女仔嚟㗎嚇？哦，內地㗎，唉，就係咁啊，都唉都。都不知道怎樣，即是喂大佬，現在什麼世代，為什麼搞到15、16歲這樣的年紀，即是，但你說15、16歲在廟街賣淫，真的想不到的。以前呢，那些老一輩叔父呢，說過，以前有些叫魚蛋檔，有沒有聽過？我知道，知魚蛋那些嘛。是啊，知魚蛋那些，魚蛋檔的年輕妹都起碼17、18歲、19歲的了。是嗎？我說知魚蛋是嘟嘟嘟那些，你說哪些年輕人啊？沒有啊，沒事啊，我不記得了。有些這樣的事嗎？哎，真是。你找一伴我吧，Sir。你下一條吧，有沒有振奮一些的消息啊？沒了，是這麼多。沒有，我告訴你聽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叫美斯啊？知道。誰來的？踢球。是咯，難道油麻地的美斯嗎，大哥？說著呢。踢球的美斯就拿世界杯，即是世界杯呢，上演一个 很动人的赛事，原来呢，这两天发生什么事呢，他老哥生日，跟着呢，是啊，跟着真的很开心，有时喂大家都会可能有留意足球的话，美斯呢，喂现在要过去啊，这个迈阿密，即是这个呢，美国啊，迈阿密，咁佢係咪即係寶刀已老咧？係咪準備收山收皮咧？嗱，我想同你講，其實這個呢個咧，我絕對相信係美斯嘅商業決定嚟嘅，因為邁阿密個老闆咧，其實係邊個？嗰係碧咸。哦。英國嗰個碧咸喎，咁跟住碧咸最犀利啊，係咩啊？踢波。第二咧，賣廣告啊嘛，最近過嚟呢個澳門威尼斯人嚇，喺賣廣告。喂，你有冇同佢影相啊？我都唔喺澳門，咁就算我喺澳門，我邊有資格同你影相咧？點講啊？嘿，碧咸碧咸 ，come on 咁啊，冇噶啦，我都唔係，我又唔係賭錢，係咪先？我邊有資格啦？同佢玩鞋都冇，因為行埋佢身邊行唔到，我懷疑。你唔係指住條鼻，你知唔知係邊個啊？澳門民進啊，喂，簽咩？咁啊，一齊合照好嘛？咁啊，行得啦，澳門民進係嘛？喂，有時啲嘢其實你有一啲商業決定咧，大家留意一下，其實咧去到球員某一年紀咧。其實我估美斯例外啊，佢揾錢之餘咧，我估佢仲係踢得下嘅，同埋咧，佢係冇講過喺國家隊退休噶。換言之咧，好可能咧，而家國家隊嚟緊賽事咧，佢都仲係有機會坐等嘅。佢一個坐喺度咧，成隊士氣增加30%以上，你信唔信啊，聽哥？唔奇唔奇，因為佢嗰陣時都講過啦，佢對球對佢嘅國家同佢嘅球隊奉獻好多噶啦。係啊，佢國家隊英雄嚟噶嘛，大佬，佢真係喎啦。佢你今屆世界盃你睇佢踢咧，每一場咧，你係咪佢啲 fans 都好咧？哇！最尾佢睇到嗰種搏命啊，跟住睇到俾個忍者龜啊，法國嗰個麥巴比咧，數翻你3粒咧，跟住嗰種絕望，跟住哇仍然頂落去咧，跟住最尾贏嗰下咧，你好似細個睇嗰啲勵志電影咁喎。即係直情咧，你真係好感動啊！即係完全係嗰種睇場比賽會睇到你喊噶。其實你而家啲咁嘅時代咧，有時人咧係好需要呢一啲嘅激情，同埋要有呢啲嘅傳奇咧，先至係人生啊嘛。所以其實你話美斯嚟計，喂佢生日有咩咁巴閉啊？佢生日梗係緊要啊！佢生日走去踢一個好朋友嘅告別賽啊！你試下而家其他嗰啲彈起咗啲人，咩斯洛拿度啊嗰啲，阿李健和啲咁嘅國際級球星，會踢一場告別賽啊，得鬼閒理你啦，係嘛？咁啊係，係嘛？專登走去踢場告別賽喎，仲要有三粒波入喎，三粒喎，即係呢個嗰啲叫咩啊？帽子戲法喎。哦。
係啊，喂，佢唔細㗎啦，三唔知三十六、三十七歲啊，三廿一。咁但係我覺得 OK 啊，個態真係可以，我覺得。但係佢過美國嗰邊都好嘅，因為美國佢當面當稱美國啲人啫，美國隊啫，啲人啫。其實咧有樣嘢佢講過㗎，佢話美國咧啲人踢波咧，嗰啲球迷係熱情得嚟咧，佢唔會好似嗰啲喺皇家馬德里啊、巴塞羅那嗰啲咁樣咧，即係你喺英國啊、西班牙啊、德國啊嗰啲聯賽咧，喂，你知唔知輸咗場波幾大鑊啊？屌，打交咁嘅球迷，佢出面打唔緊要啊！喂，你萬人屌啊場波，喂，成村人啊！試下嗱，阿 Ken 哥，你射唔入個十二碼，跟住衰雞輸咗，你覺得你點啊？哦，屌你！誒，你冇睇少林足球嘅咩？即黃金左腿啊定右腿啊？點死啊？嗰啲就商業陰謀嚟嘅啫，你明唔明？另外有啲乜嘢？另外你只可以話吳孟達應怪自己得罪黑社會，咁嗰啲咧就唔可以引用落啲超級聯賽度嘅。超級聯賽就好 Q 大鑊噶，係啲人咧係上曬身噶，上曬電噶，去到邊都指住你嚟屌噶。跟住你話美斯而家去到佢話美國有咩好處咧？啲人係好投入，啲人咧係會睇得好開心。但係就算你輸咗都好咧，啲人係唔會咁極端噶。係咩？咁你仲有下一場噶嘛？佢哋都慣你美國根本足球其實唔係嗰種入曬心啊，係好似係嗰啲即係美國即係同其他地方唔同噶。佢冇嗰種咁癲狂噶，變咗啲人喂輸咗咪輸鳩咗咯，即係咁咪你咪下次繼續咯，可以噶嘛。但係美國係 Super Bowl 嗰啲先至誇張嘅就話。咁你都識講啦 Super Bowl 啊嘛，大佬係咪先？好似 NBA 嗰啲咁，咁嗰啲係冇辦法啦，嗰啲係咁源遠流長，又係全世界嘅重點重中之重，但係足球係冇咁賴嘢噶。咁啊系，但系呢几年讲开美国啊，美国啲足球唔错嘅，我觉得。其实系噶，即系个进展系几好噶。吓，系啊，唔错嘅，佢又唔系差嘅，真系。同埋嗰啲即系有啲出名嘅人咧，佢哋都唔会避忌噶，佢哋都成日会睇下波啊，玩下特朗普咪系咯。嗯。佢做总统嗰时系啊，成日去球场睇下波啊，去球场食下嘢咁样噶。唔会癫到话，哦，你输波啊，跟住。话听哥，你累到输波，成只耳狗咪埋嚟啊！咁样唔会有呢事啊。咁咁即系好笨咯。好笨。喂，你唔记得其实嗰啲即系我讲德国啊、英国、西班牙嗰啲踩冧个球台啊、放火啊、乜柒都有咩？打狗打到飞起啊！系啊，大佬，即系有时呢个变咗个系佢哋觉得系个文化咯。但系呢个文化系咪一个好嘅文化咧？其实好影响就系你个球员啊。喂，我嚟踢波唔系我想噶，睇到咁系咪先？咁同埋你美国喎，美国都喂唔会打假波啩？嗱，呢样嘢好难讲啊！喂，屌，有挑人赌咩？美国你足球 NBA 就话啫，系咪啊？你个 Super Bowl 就话啫。好似嗱，我冇记错啊，好似都系俾一班人垄断晒嘅，我冇记错就。咁应该都系嗰啲唔系 Bwin 啊，就系咧，即系其他嗰啲嘅gambling 嘅赌波公司咯。啊，即系俾一班人操纵晒嘅，我以后就知。但系应该冇其他地方冇英超咁黐线啊，冇嗰啲意甲咧，意大利啊、德国咁黐线。哦，咁啊冇，佢哋相对啲球迷系好啲嘅。是啊，即有些質素文化咯，所以其實美斯自己都咁講啊，即佢而家去到除了商業決定，其實佢都想放輕鬆啲，踢快樂足球啊嘛。咁啊係，一把年紀啦，都即喺足球事業入邊啊，我講意思。你見過邊個踢波嘅時候好開心啊？球王比利。那個不知道，我真的沒看過，即那個我就知道他經常對著人家都是笑騎騎，但我沒看他踢球的時候，我經歷過應該有兩個的，一個呢就是都是巴西的，你記得誰叫朗拿邊奴？記得，很開心的踢球，即他那些灑一些球技啊，怎樣那些，經常都笑騎騎的那個人。是啊，巴西球王，你看看他和朗拿度呢两个都好波，两个都劲啊，是不是坚大哨啊嘛，梗坚啦。捧他这样我看到这么开心啊。嗯。啊
咁第二個踢波最開心俾我啊，我自己咪開心咯。我靚仔時候邊有嘢玩啫？有鬼妄想咩？有鬼錢去打機咩？咁成日都喺波地啊，同人黐波踢啊，同人點踢波好開心，應該放鬆啊。所以阿美斯佢講嗰個心態咧，即係佢話啊，其實佢想踢波咧，唔係嗰種佢喺而家喺嗰個 PSG 啊，即係巴黎嗰度咧，啲人你知唔知好大鑊㗎？因為佢世界盃咪贏咗法國嘅。嗯哼哼哼，咁巴黎 PSG 喺边啊？法国噶嘛，跟住咪个个走去成日去屌柒佢啊，好即系对佢系一种好仇恨咁样咯。咁佢对佢嚟讲系一个心理压力好大添，我觉得。嗯，系啊，仲有你谂下嗰阵时喺法国即系世界杯最尾追翻三粒嗰、那个边个？嗰、那个巴比忍者龟喎，忍者龟咩人嚟啊？法国人嚟啊，法国队十号嚟噶嘛。嗯。所以之後你會見到佢而家係話轉過去美國啦。佢轉之前啊，嗰啲嘅對佢壓迫啊，嗰啲新聞哇幾多啊，鋪天蓋地。即係我咁樣講啦，其實大家有時你無論對身邊朋友仔好，對你聽緊嚇嘅節目啊，睇緊嘅電視嘅明星啊，嗰啲人都好咧，乃至美斯都好，其實你唔珍惜佢咧，佢遲早會走噶。因為其實佢唔係為錢嘅，我覺得。如果佢純為錢嘅話咧，其實佢留喺巴黎啊咩，佢都可以啊。佢都唔係睇呢樣。佢始終係兩樣嘢。第一，佢係想翻去佢細個嗰隊青年軍加埋正規球隊，出名係邊隊咧？巴塞羅那啊嘛。嗯。佢想翻巴塞噶。咁跟住第二嘅，佢想開心啫嘛。所以而家美國嗰度咧，大家睇一睇啊，應該咧佢都開到聲噶。加埋碧咸個老細嚟噶嘛。佢用佢人面咧，可能去召集多啲嗰啲退休球員翻嚟睇翻佢啊！我覺得會啊。哦，咁啊，哇，咁啊，好玩啊！係啊，以前都興噶，即係話啲人啊，之後去美國落班啊，有時嗰啲去日本 J 呢度踢下咁樣，即係以前都興噶，即係啲球星。不過問題以前咧，即係啲人咧健康，即係啲營養冇而家咁好啊。美斯啲咁嘅年紀，36、37歲咧。以前其實全部都是擺曬去咯，係啊，踢咩表演賽得㗎啦。咁但係而家你睇，其實我諗而家啲營養咧，現代嘅人咧，如果係好似阿斯諾拿度嗰啲日日操到咁 fit 咧，我諗佢即係嚴格上嚟講，我估佢踢到50歲都仲踢到。仲踢到嘅，但係世界盃就未必得咯。世界盃係難搞嘅，但係你一定要有一個美斯呢啲級數嘅人喺度定軍心咯。即係喂，你唔使講咁多啦。是不是你不要说只是阿根廷球迷啦，喂你是其他国家球迷，喂美斯已经爆了，啲人开心到。是啊。是不是就是好像以前马特多纳那个年代啊。嗯。是不是啲人哇马特多纳啊，你对家见到他不出来跟你踢，你坐在这里你都疼啊。那就是那时候我见他不记得对沙特对边队，哇一个扭几九个大佬。是啊，很恐怖啊其实。有時啲級數嘅球星咧，喺度係俾咗對方有壓力噶。你記唔記得以前咧細個咧有個好勁嘅好波叫簡東拿啊？記得呢個名咯，喺曼聯嘅叫簡東拿，佢踢波咧，佢醃起個領嘅，跟住個樣睇落俄斯人登，成個出嚟打仗嗰啲將軍咁啊。嗯，簡東拿又係嗰陣時細個咧，哇！淨你見到啊，譬如佢對嗰啲咩修咸頓啊、水晶宮嗰啲，喂，對家啲人見到佢都驚噶。嗯，个势咁凶狠，咁啊当然啦。另外，喂佢嗰阵时啊嘛，一脚伸埋个对方球员都俾罚停赛一季咯。系我讲真啊，喂，有时呢啲嘢其实你踢波同埋人一样，有啲人咧佢一落场咧，或者佢就算唔系落嚟正规踢刀咧，佢企喺度你都会疼噶。你有冇记唔记得咧？细个咧睇呢个张国荣阿哥哥咧，佢拍一套戏系讲呢个杀手嘅，即系讲呢个玩枪嘅。IPSC 打比賽槍嘅，槍王嗰套叫槍王，係啊，咁入邊咧咁有個教練咧，嗰、那個人咧其實叫阿周哥啊，咁周 Sir 邊個咧就係我哋呢個節目咧，即係都係啊啲好老耐嘅老前輩老朋友，佢講一句啊嘛，高手喺度俾你壓力啊嘛，係啊，美斯啊咪有咯，有噶，即係話你係對家嗰啲，即係你見到其實驚啊，唔掂啊，球王嚟啊，尤其佢淹正個世界盃咧。就算你冇話今年啊，就算我諗過下一屆世界盃啊，都可以試下召佢其實。
同埋佢人出場可能五六分鐘咁咪召翻佢翻嚟咯。坐後備席，最尾三分鐘掟出去，係啊。咁同埋一樣嘢，喂，佢唔係個懶人嚟嘅，即係佢唔會咧係一段時間hea 踢啊 hea 曬，跟住你見到佢體能係超級下降嘅嘛，唔會喎佢。佢仲 keep 到喎 ，keep 住操啊嘛，佢哋呢啲，佢真係熱愛依樣嘢啊嘛。我睇住佢友誼賽咧。其實人哋即係吊高個波俾佢咧，跟住佢心口紅定一個轉身窩裏，喂呢動作其實以佢歲數三十五六歲咧，真係唔係咁多人做到啊！難噶，難噶，你唔係僆仔啊嘛，你廿零歲又話啫，係嘛？你身體柔軟度嗰啲，佢我覺得尤其世界盃咧，我覺得佢傷咗個元氣嘅，因為你睇到咧佢搏命到咧，其實我懷疑佢係跑唔喐噶啦，佢夾硬攞埋最後嗰個底氣出嚟去。佢頂嘅啫，我覺得佢唞咯，要唞啦，唞翻都唔係叫唞嘅，即係要慢慢唔好太激烈咯。我諗係直情傷到佢本身嗰道氣㗎啦，已經即係世界盃嗰場咧，你睇到佢唔係出100%嚟㗎，佢出300%嚟㗎，飆出嚟嗰啲啊嘛。係啊，都係嗰啲真係最後嘅勇氣啊！佢就打吉士嘅，最尾真係唔係講笑話，係贏你係贏啖氣嘅啫。我一得頭，即係你隨時睇翻你都係。由頭開始都唔睇好佢啦，係嘛？係啊，成日都係二拉命，成日都俾人攞嚟夾佢，成日話球會得個球會嘅世界賽咧乜春都冇嘅，哇！佢俾人話都話到，即係真係好頹嗰只噶啦。跟住你睇到阿根廷咁樣殺入去，黐線嘅，尤其是新聞嗰陣時，我講個新聞報紙有張相啊，個僆仔喂大佬嗰個膠袋啊套上個身度，跟住黐個十號上去。喂，咁樣噶阿根廷啲人窮到，係咁喎，外國個國家。係啊，喂，那個記者啊，攞住張相啊，去問阿林美斯啊，臨踢之前問佢啊，喂，你會點咁樣？哇，喂，即係打，哇，講到喊啊！即係其實你一個人揾到咁有錢，全世界識你響曬度，喂，你去到最尾仲要為嗰個所謂國家尊嚴，哇，出嚟企喺度咁樣頂法。咁嘅年紀個陰公，你話佢廿零歲啊啫，係咪先？即係其實你睇翻咧，即係可能我真係唔係睇咗咁多屆世界盃啦。就算我最中意啊嘅意大利隊啊，真係啊老祖宗啊，我都冇睇到咁激動喎。咁啊係，即係我咁講，今屆世界盃咧，我諗係值得大家係幾時都重温嘅，真係啊，唔係講笑。你講傾咯。冇啦，因為波我好少睇啊！我以前細個淨係中意德國咯，奇連市民咩軍炸機嗰集咯。奇連市民著幾多號波衫啊？我唔記得到。18號啊。係啊。跟住知唔知點解啊？佢著9號嘅，但係讓俾人。跟住咧個波衫18中間係有加號啊。係咩？唔記曬啊！呢啲。係啊，跟住後屘佢淹正咗之後，佢都唔著翻九號，都係著18號啊嘛。佢阿奇連士咪金色轟炸機嘛，係啊，佢有個前輩叫梅拿嘅，係轟炸機啊嘛。啊，咁嗰陣時德國著九號拍佢嘅係邊個啊？記唔記得啊？哇，唔記得啦，真係。空中霸王比亞何夫啊，哦，頭頂腳踢之王啊，拍住係佢個功架係好似後期嘅意大利前鋒韋里一樣啊。嗯，係啊。好熟噶呢啲，因為我嗰陣時嗰個年代嘅嘢咧，我真係好熟噶，其實嚇熟到不得了。我比較熟啲係嗰個年代咯，大家已經知道我年紀啦。不過嗰陣時我讀緊書啊，個名先。嗰個年代嘅叫得上球王嘅係邊個啊？馬拉多納好似都未係喎，嗰屆先係球王啫喎，之後先球王。真係年幼啊，年幼讀電腦啲人都係唔識睇波啊，只有兩個人啫。就是歐維倫同埋李健和啦嚇，好啦，咁啊今次咧，今次咧我係純粹咧嚇，係擺明恰鳩聽歌嘅咋，咁你咁過癮啦咁啊，好啦，咁啊有啲咩補充啊？冇啦，應該你問我屌，有咩補充啊？你問，有咩補充啊？文俊興，快撚啲下一次啦。OK OK， 好，好，好，拜拜，拜拜。